是回家。小孩同学，我在。回家。没问题。小孩同学，哎，播放轻音乐。好啊。Thank you.
工作两年到底买了多少支口红？服务了呀，家人们，我真的破防了，怎么这么多？我终于知道钱花在哪儿了。所以，有没有朋友知道我到底有多？